哎呀，压到石头了，正常的走路上啊。沿着车辙印走，走哪去了？哎呀，你一会儿停停，妈呀！沿着车辙印走，你往上走才危险。我们现在走的这一条是悬崖路，右手边是悬崖，左手边是也是很陡的，看一下，直接一个车那么宽的宽度。我们准备往上走，看一下是这条路，然后准备上到那个山上去。你要沿着车辙印走，知道不？你越往这侧边压，它越危险。我想跟你说，我恨不得扶着墙走。不行，你的轮胎都压到下面大石头了。你就沿着车辙印走。我好怕呀！看一下我们前面的路。哎呀，锄头宝宝，我们自驾正在走的这条路确实有点危险，但是小心一点还是没什么的。哎呀，小薇的车技真的让人担心了，本来没啥，很漂亮的。这里是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囊谦县噶尔寺附近的，应该是一条穿越路线，路在山顶，我们现在接着往前走。我这是公路胎，但是也有四驱，走在这雪地上走慢点还可以。小薇的越野轮胎K2 大轮胎应该是完全没问题的，只要开车小心一点。下车看一看小薇，本来这个路是很宽的，完全可以够开一辆车，只要是沿着车辙印走，你看你看，它都是沿着这边走，越往越靠山体走反而越危险。我觉得可以哈。啊，坦克300，风铃铁骑02，我在这是啥小奇瑞。接着我们往前走了，你看这下着雪，不影响有绿色的植物，前上面还都是那种松树，都是雪，路上面都是雪，一边悬崖一边这种山。锄头宝宝，锄头宝宝，
看了一下底盘没啥问题啊，没啥问题。这个 SUV 用来越野还不太行，正好两边都掉了，均衡了，就先丢到车里了。拿得掉吗？那个，我这边拿掉，你那边。没事，等一下。慢点呢。锄头下来就在这吃雪，哎呀！现在把车开到这个上面来了，小薇也跟上来了露营，这边有一个空房子一样，门前的雪都没有任何车辙印。下来吧，还都是雪啊！这个门口，开始做饭，两人两车，往上拿东西。今天要在雪地里露营呢。走，知道为啥这个放不下？锅，这样这骨头太长了，放不下。你还弄了个大肘子。明天只有把肉单独弄，今晚吃猪蹄。太猛了，今晚吃猪蹄。我先把它焯一下水。这是两个猪蹄是吧？对，焯一下水，洗一下。从玉树回来的时候，给锄头洗了个澡，看身上干净多了。之前都是一个小臭狗了，小脏狗。把它煮开了，把它刮了，洗了。可以了。啊！水太多了，费电。对。